大家好，我是 DJ 苏达。哦，我喜欢你。对谁啊？谢谢款待。谢谢款待，谢谢款待，的老弟都没有上。天哪，苏达讲中文也太可爱了吧！任谁听到都会想要款待他啦。在 IG 上坐拥491万人气的南韩网红 DJ Soda 暌违4年再度来台举办个人专场活动，而他在今日的媒体见面会也大秀中文，跟台湾的粉丝朋友们打招呼，且还跟着主持人学习台语，呱呱被戏，现学现卖的样子超可爱。不晓得 DJ Soda 因为已经来过台湾好几次了，那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些会的中文来让他稍微小秀一下。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对，看没看着。我喜欢你。对谁啊？谢谢款待。谢谢款待，谢谢款待。那我就反过来来教 Soda 有一些中文好了，让他今天晚上可以用得上。台湾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Soda。台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台湾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Soda。很高兴又来到台湾。很开心哟。来到台湾。来到台湾。啊，好，我们晚上来看我表演哦。晚上。晚上。来看我表演哦。来看我演哟。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爱你我来教他几句台语好了。哇爱你，哇爱你，哇爱你。还有最后一句，呱呱被戏，呱呱被戏，呱呱被戏。太冷了，真的太冷了。看到他参加，真的是很专业、很敬业，懂准了。我们再一次哦，呱呱被戏。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敬业的 Soda 即使今天寒流来袭，仍旧只穿一件红色毛衣就火辣现身，也让现场媒体朋友忍不住关心，他不冷吗？而 Soda 的反应也超真实。他这次来台湾啊，就是感觉特别的冷，跟韩国的冷不太一样。지금한국은마이너스예요눈이내리고있어서한국보다는안추운데저는대만이더울줄알았어요그래서자켓을하나도안가져와서너무깜짝놀랐어요제가어제파이를시장에서파이를먹는영상을올렸는데대만사람들이안추워이렇게다댓글을달았어요저는한국에서이게안冷엄청추워제가어제반팔에스커트를입었는데너무깜짝놀랐어요엄청추워요